探头都已经连线了，然后也下载好，控制器也有重启过。那这边是都没有车，那探头有连线，灯号是红色的，这边的灯号是红色的。这边的灯号都是绿色的，探头也有连线，侦测也是正常。然后灯号有变红色，离开之后灯号变绿色，这是正常。对面这边很奇怪，红色的，侦测到物体之后，灯号还是红色的，不会改变灯号。